好，接下来第21个单字叫 cycling。cycling 它其实是 cycle 这个字哈，c y c l e，各位可以看到这里，c y c l e cycle 这个字当做动词就是骑脚踏车这个东西，骑脚踏车或循环，所以 cycling 这个字当名词就是骑脚踏车这一项运动。好，所以 it's an activity of riding a bicycle。英文解释非常清楚，它是一个 riding a bicycle，一个骑脚踏车的 activity，一个活动。好，cycling 呢，我们看到这个例句哦，课本的例句一开始呢，walking、running and cycling，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三个主体字都是 ing 当开头，又摆在主词的位置呢？所以呢，你看哦，动名词当主词哦，我们有学过动名词当主词，动词用单数。可是留意一下，如果是三个。第一个 walking，第二个 running and cycling，它是三个动名词，那表示是三件事，对不对？走路这件事、跑步这件事，还有骑脚踏车这件事是三件事，所以动词留意是复数喽。Walking、running and cycling are all popular outdoor activity，都是非常受欢迎的户外运动 outdoor activity。再来 cycling 这个字，我们再补充另外一个例句哦。They plan to go on a cycling trip。来，plan to 这个国中的文法，plan to do something 计划去做什么事，plan to 后面加原 V，所以这个原 V 叫 go on a trip。来，这个 go on a trip 是一个片语，叫做去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旅程，进行一个什么样的旅程。所以 go on a cycling trip，他们想要进行一个 cycling trip，就是一个骑脚踏车的旅程。这个旅程要 across the country，要横渡，横越这整个国家。再来，go 后面加上 ving 表示去从事做什么事，像我们会有学的 go shopping，我们要去购物；go swimming，我们要去游泳。go 这个字后面要直接加 ving 哦，所以表示去从事后面这个动作。所以 go cycling 就是骑脚踏车兜风。那 cycle 当做动词呢？I don't think that I have the strength to cycle up here。啊，这个 uphill。这个后面这个老师现在反白起来的是一个子句，放在这个 think 的后面。I don't think，我不认为这件事情怎么样啊？所以呢，I don't think 这件事情，我不认为后面这件事情是可行的哦。什么事情不可行呢？I have the strength，I have the strength。Strength 这个字叫做力气。I have the strength to cycle。我没有力气 to cycle。我没有力气去骑脚踏车。Uphill 这个 uphill 是一个地方副词，就是往上的。Hill 这个字是小山丘。Uphill 就是上山哦，就是上山坡爬坡的这个动作呢，我是没有力气的。I don't think this will happen。我不认为这件事情会发生。好，这是我们第21个单字。接下来，cycle 这个字除了当做动词，还有一个当做名词，就脚踏车、摩托车。另外就是最重要的，它是周期哦。因为各位，脚踏车会循环嘛，对不对？它是一个循环。所以我们看一下，来，脚踏车的步道，脚踏车的车道，我们叫 track。所以脚踏车车道叫 cycle track。Cycle track or cycle route 啊，route 是路线啊，所以这两个单字你可以常常看到，叫 cycle track、cycle route。生命周期呢叫 life cycle、life cycle。好，那第22个单字呢叫 workout。什么叫 workout？你要不断的去 workout，它就当做动词就是健身，当做名词也是健身。It's a period of physical exercise，它是一个 physical，它是一个身体上的运动啊。那这段运动是一个 period，它是一个时期，你去做的一件事情叫 workout，健身。所以呢，he do a workout，he does a workout，这是一个片语哦。Do a workout，does a workout，他做了一个健身的事情。那他做健身的事情怎么样呢？In the gym，在这个体育健身房当中，twice a week，一个礼拜还会去两次。好，这是我们第21个单词 cycle，还有第22个单词 workout 的介绍。